宋智孝在 Running Man 收割了宋仲基、 Gary、 向我们相爱吧和陈柏霖如胶似漆，但原来这三枚都不是他心目中的男神。他日前接受访问，首度公开了心中真正的答案。从小就爱看香港电影的他表示，自己的真正偶像是两位香港男神梁朝伟和周星驰。他说，我真的很喜欢周星驰前辈、梁朝伟前辈，我是从小看这二位电影长大的，能见到他们是我的愿望。宋智孝被评为无论和哪个男生搭档都让人觉得特别美好的自带 CP 属性女子，虽然已过34岁，但是她仍然有一颗少女的心。她还透露目前很享受单身状态，家人也没有给任何催婚的压力。宋智孝也透露，我的性格并不是很外向，不会经常出去与人见面逛街，不过和陈柏霖约会之后让我觉得这样的约会也不错。另外，我现在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对结婚还没有迫切的想法，只觉得现在单身生活很好，我的家人也很喜欢我现在的样子，感觉离人生的大变化还有一段时间。